下坐车。好。回家吃饭好了。从此以后没有人称呼你细汉的，讲你是细汉的，搂着你的肩说你是小细汉。能这样吃的，这一个礼拜都没有吃完。皇帝兄还是厉害。我们都讲太多杂东西。真的。过了两天就剩下一个，过一段时间就是自己一个了。我常常都是自己一个。赶快把你的手收。我叫得动它最好吃。但是叫不动它，不行走。看它会，它也认真的态度。在工作上。在信心里宣告，工作会以一切的事上。阿门。阿门。恢复的工作。阿门。跟你讲，原本这个话题，今天一起。你知道？真的在。对呀，怕的我害害害。哥婆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龙源长在屋顶树上，结实累累？都不会饿。这个九重阁啊，第一次开这种花哎。对，现在长高一点。